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应天巡抚。嘉靖四十四年十月，户部主事海瑞眼见明世宗嘉靖皇帝沉迷道教修炼，荒废政务，令到朝政败坏，奸臣当道，民怨沸腾，于是奋不顾身上疏评论朝政得失，直接指责嘉靖帝本人昏庸误国。奏疏里面话：陛下之误多矣。仲话：陛下成之斋照无益，臣之改行，民之效尤，天下之不安不治由之。又话：今日积守之废，积守之苟且因循，不认真不尽法而自以为是。仲有话：君道不正，神迹不明，此天下第一事也。海瑞提醒嘉靖帝必须幡然悔悟，重新振作，洗雪数十年积弊。海瑞的言论激切，嘉靖帝十分震怒，将海瑞逮捕入狱。但是年老多病的嘉靖帝亦都因为海瑞的敢言直谏，感觉到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对国家不利，因此并没有将海瑞处死。嘉靖帝驾崩，隆庆帝继位之后，海瑞获得释放，出任兵部武副司主事的官职。海瑞在监狱十个月期间，海瑞两个仔海中底、海中亮都在困境之中夭折。事情的经过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，后人将这件事称为海瑞骂皇帝。由于这篇奏疏的宗旨是正君道、明神迹、求万世治安，所以被称为治安疏。海瑞刚正不阿、冒死为民请命的行为，令到士大夫和老百姓对他十分敬重，尊称他为海青天。而执政的恭卿大臣对这位以圣贤道德为己任、不肯随便妥协的同僚就敬而远之。隆庆三年夏天，应天巡抚出决，吏部举荐海瑞以都察右迁都御史官职出任应天巡抚。应天巡抚的正式官衔是总理梁柱、提督军务、兼巡抚应天等府。据明史记载，应天巡抚由宣德五年开始设立，掌管南京应天府和邻近地区的赋税，监督地方官吏，奖励教化，维持治安，整理水利等等。嘉靖三十三年以后，为了防范倭寇，增加提督军务权力，衙署住在苏州府。在明朝中叶以后，应天巡抚管辖应天、苏州、常州、镇江、松江、徽州、太平、宁国、安庆、池州等地，同埋广德州，即是今日江苏、安徽两省长江以南地区，再加上上海市，亦即是一般所称的江南。在明清两朝，江南户口众多，农业、手工业和商业非常发达，赋税繁剧，官吏容易贪污舞弊，而江南各府州县民风昌盛，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士大夫数目庞大，官员的家族成为地方士绅，官员退休之后又享有种种优待，称为乡官。士绅和乡官往往恃势横行，欺压乡里，州县官府亦都要退让几分，于是成为治理江南的重大障碍。
各位同僚，本院奉旨巡抚江南，为江南百姓兴利除害。各位都是江南州县的父母官，应该与本院同心同德，革除积弊，纾解民间疾苦。巡抚大人明鉴，我哋谨遵大人指示。啊，咁就好啦。各位，本院上任嘅时候，草拟咗革除江南积弊嘅条例35款，希望各位能够认真遵行。各位有咩意见？启禀海大人，35款条例，卑职已经读熟啦。哦，啊，咁就真系好啦。系，海大人，你勉励我哋做地方官嘅，必须利国便民。我哋岂敢违反大人你嘅命令呢？但系点呢？大人规定各府州县衙门遵节开支，各款条例、卑职等可以遵行。但是江南各府是财富之地，朝廷和各省官员往来过境是必经之路。大人禁止地方官无故迎送，未免于人情不合吧。各位，江南各府州无疑都是水陆要冲，但是外地官员过境，地方官往来迎送，不但只荒废政务，而且设宴送礼都是取诸百姓，实在于理不合。地方官假公济私，巴结权贵，开贿赂之门，本院绝不容许。大人讲得有道理啊。我哋为民父母应该奉公守法，清廉正直，凡事以百姓为重，阿谀奉承、残民自肥的事万万不能做。真是困难。江峰，有什么事这么忧虑啊？夫人，最近松江府派人来禀报，三江泛滥，松江几个县都受灾，13万百姓陷于困境。松江府地方富庶，应该容易应付啊。夫人有所不知了，松江、苏州、常州三府虽然地方富庶，但是朝廷每年向苏、松、常三府征收的赋税远远多过其他府州，留用的钱粮十分微薄，根本不足够赈济灾荒。那你打算怎么做啊？为今之计，是上书请求户部刘尚书，恳请他减征20万担米粮，解除百姓燃眉之急。但是赈灾之后又怎呢？三江经常泛滥成灾，其实是下游日渐淤塞所致，所以要解决水患必须施工疏浚。那为什么官府不尽快施工呢？以前官府往往以轻收水利为名，先行开征经费，强迫百姓摊牌，动工的时候又敷衍了事，所以水患无法子根治。百姓一听闻官府打算轻收水利，就群起反对了。那江峰，你有什么办法处置啊？
我打算亲自去嘉定同埋上海巡视，顺便向百姓申明赈灾同埋治水嘅用心。各位父老，松江府大水成灾，房屋良田损毁无数，嘉定上海两县哀鸿遍野，十几万百姓流离失所，本院目睹百姓的苦况，真是十分痛心。哎呀，求大人开恩救济。各位，官府财力有限，本院冇办法立刻为各位解除困境。啊，哎呀！不过本院想到一个办法。啊？点噶？系点噶？就系、是、以工代赈。以工代赈。系。本院最近巡视过三江泛滥嘅地方，发现江水缺日，主要系因为吴淞江口一带泥沙淤塞。大水一到，难以宣泄，上游地方就会泛滥成灾。如果要解决水患，必须及早疏浚吴淞江口。啊，冇错啊，大人讲得啱啊！本院已经请求户部准许松江府保留赋税200,000担米粮，作为赈灾同治水嘅经费。系、哎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本院决定将200,000担米粮分发俾灾民应急，但系每一户嘅壮丁都需要参加疏浚工役，妇女同埋老人家可以因应能力协助煮食或者搬运。凡系参加工役嘅，可以酌量发给工钱。好，我哋赞成，赞成，赞成。好，既然大家都赞成，咁就真系好啦。咁我哋喺正月初三开工，希望两个月内能够大功告成。各位父老，吴淞江口挖深加阔已经大功告成了，从今之后松江府各县的百姓无需再受水灾之苦了。是啊，是 啊， 是 啊， 是啊，我们全靠海大人才有安乐日子。是啊，是 啊， 是 啊， 是 啊， 是啊，没错。什么说话，什么说话，我海瑞为民父母，好应该为百姓兴利除害的，何况疏浚江口是各位的辛勤成效呢？海大人，是你领导有方啫。岂敢岂敢？其实治理吴淞江由正月初三开始到2月22日完工，只是用了1.5个月，而且全部开支只是68,000多两，耗费小而功效大。如果不是海大人，怎会咁好啊？冇错啦，冇错啦，新燕啊！申冤啊！求海青天大人申冤啊！好似有妇人呼冤噃。系啊，海大人，嗰边有个民妇跪喺路边呼冤噃。哦，带佢过嚟。系。民妇沈王氏求见青天大人。诶、哎，绵绵，天寒地冻，你有咩冤情要喺路边呼冤啊？大人，民妇由松江府华庭院嚟到呢一度，求大人你主持公道啊！你由华庭院嚟到呢度？系啊。大人，民妇家中有薄田40亩，
仅仅够一家生计。点知去年秋天，徐少师嘅公子派人逼我丈夫献地为少师贺寿，我丈夫唔答应，被徐府嘅家人毒打，而且逼佢喺献地契约上边画押。从此之后，四十亩薄田就被徐府霸占，我丈夫一命不起。徐少师霸占民田，毒打良民，咁你有冇向县官告状啊？华亭知县同埋松江知府都畏惧徐家嘅权势，感受你。华亭县、松江府都畏惧徐家？系啊，文府听闻海大人公正严明，不畏权势，所以特地赶嚟呢度告状，求大人你主持公道啊！哦，各位父老，徐府有冇欺凌百姓啊？启禀大人，喺松江府有边个胆敢同徐家过唔去啊？以前徐少师系京师嘅相国，系人都敬畏佢七分嘅。佢几个仔恃势横行，专门欺凌弱小。松江府嘅田地几乎有三分之一系徐家嘅名下，其中大半系强占得嚟嘅。呢啲事喺苏州、松江已经系人所共知噶啦。哼，徐家嘅所作所为的确令人痛恨。好，我派人查清楚底蕴，再亲自去见徐少师。小事，海大人，我徐家已经归隐园林，无官一身轻。海大人是应天巡抚，枉驾造访寒舍，老夫愧不敢当。小师客气了，下官当年得小师庇护，幸免于难。小师再生之恩，海瑞不敢忘记。乜说话？乜说话？啊，少师退隐以来，身心康泰啊嘛。唉，老夫已经不问世事啦。少师，下官听闻苏从二府有不少无赖之徒，冒少师之名到处招摇生事。啊，有咁嘅事？系，百姓无知。误会是少师同埋令公子主使，所以去府院告状申诉。吓，有人告我？呢度有四五十张状词，都是控告少师嘅家人霸占民田、强抢民女、殴伤百姓，请少师过目。呢啲事，老夫一定会跟查清楚的。少师，国法为重，如果少师查明属实，恳请少师秉公办理，以平民怨。哼，如果属实，你想老夫点做？不敢不敢。如果徐府确有侵占民田，恳请退还原主。如果徐府的家人有违反国法，请少师送官治罪。好，退帖，送官治罪。海青田，你放心。
官苏从到台，蔡国熙参见少师。嗯，蔡道台，海瑞办理小儿除困，纵容家奴欺压良民，强占民田呢件事，办成点啊？回禀少师，证据确凿，似乎好难开脱噃。海瑞真系不顾老夫嘅情面，海瑞心中只有国法，绝无国老尚书啊！岂有此理，不近人情，不近人情。下官已经到处疏通，但系海瑞一定要依法办理，而且佢话少师亲口讲过，如果证据确凿，少师一定会退田，而且自为法者以应得之罪。唉，坤儿嘅官司输定嘅喎。少师不妨派人入京疏通下，咁都系办法。咁高拱点啊？启禀少师，高拱虽然曾经同少师争权，但系佢今日已经掌管内阁，对少师嘅怨恨已经消减，所以佢无意加害于少师。嗯，咁都好啲。听闻张居正亦有意大事化小，只系碍于海瑞。系少师，请用晚生插嘴。晚生认为扬汤止沸，不如釜底抽薪。釜底抽薪系咯，系。嗯，少师不妨疏通一下宫中嘅新贵，设法调走海瑞，以免佢再留喺苏州松江多事。嗯，系噃。咁宫中新贵系边位啊？是新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宝。冯宝是。好，我立刻派人去疏通冯宝，将海瑞这个不知好歹的莽夫赶走。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做了不少对江南百姓有利的事，例如津节开支、停止各种漏规、约束官吏、整顿兵备、轻收水利等等，甚得江南百姓爱戴。但是江南的官吏和地方豪强对海瑞十分忌恨，尤其是已经退休的大学士徐阶，因为纵容家人横行不法，被海瑞依法追究，对海瑞十分怨恨，于是疏通司礼太监冯宝，又得到谏官戴凤祥的帮助，弹劾海瑞变更法令，令江南人情不安。隆庆四年四月底，海瑞被免去应天巡抚职位，改为冇实权的南京户部侍郎。冇几耐，海瑞辞官返回故乡海南岛鲸山县。十几年之后，即是万历十三年，朝廷再起用海瑞，但是当时海瑞已经七十几岁，冇太大的作为。万历十五年十月十六日，海瑞在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病死，死的时候是75岁。中华五千年之应天巡抚，是由钟伟明、
朱曼子、林有荣、陈炳球、曾永强、陈德信、卢世昌、谭翠莲、蔡雅阁、温泉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